使用社群平台会让你觉得很焦虑吗？漫威电影里面饰演第三代蜘蛛人的演员汤姆·霍兰德最近宣布哦，要暂时退出社群，不再更新。他表示自己在看 Twitter 跟 IG 的时候呢，压力很大，也很容易被网友留言影响到心情，甚至已经危害到心理健康。原来虽然汤姆的事业很成功，粉丝数超多，但还是有很多人不喜欢他，觉得他过誉。像之前演蜘蛛人的时候呢，就有酸民呛他演技烂、经验少、没资格出演，而这些负面评价呢，都让他难以招架，精神压力很大。而在告别影片当中呢，他也呼吁大家多重视心理健康，如果有需要，一定要寻求专业协助。你曾经也有想要删除社群软体的想法吗？你觉得使用社群平台对你来说是利大于弊，还是弊大于利呢？